This is Simply Swing Blues Version Lesson 4. So, 今天我们主要一开始讲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Figure 8s. 然后 Figure 8s 有两种，一种是先从前面到后面，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 guide 去指导你，所以前面往后，前面角落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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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从后到前，所以一样，从后面角落转回来，后面角落转回来，后面角落转回来，后面转回来。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不是只有这个，你的身体也要跟着这边一起，一起移动。记得换。Okay, so let's connect. So when we connect, leader patients, 他要哪一边？Two turning points. H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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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r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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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p,有些练习这样子，像撑住，因为男生的重心要往外移出去。然后女生要像板子一样撑好。然后都是腿施力回来。然后这边的手会先撑住。对对。然后我们是直接做 dip 的时候，会先把女生转，所以会像这样转下去，起来的时候一样靠着你腿，然后在转的时候，我会把我的手到肩胛骨这边，增加我这里的位置。所以我这样下来之后，我人的身体只有下去而已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因为这样子男生重就移开了，所以我只有下去，我的身体扭转，但是我身体不会往前倾起来。然后女生，我们可以选择，就是要帮助她脚踩出来再转，回来的时候可以用这边推，或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帮她直接下去，这样子就是这边一定要撑好。男生这里要撑好。今天课就到这。谢谢。谢谢。